哎，大家好，这里是 Shinix 继续为大家带来《Dark Souls 3》的游戏开箱视频。那么上期呢，我记得这只狗，哇，好奇怪啊，飞到哪儿去了？哎，上期呢，我说我们是准备走一条相反的道路，看看能不能是最后呢，根据等于是探索到我们等于是之前探索的那个，从而是那其实是汇合，毕竟是。已经探索过一半的位置啊，我们再走一遍可能会稍微的，就是有点，那没有意思嘛。这样看一下，大概是有两条路吧，可以走，应该是这边算是一条小的小道路。我有种感觉，这么着走的话，是不是能走到之前我说的，一直我说是有两个疯子的那个地方？果然是啊。看那边很像，但是还没有确定。但是有点问题，这边是不能，就这边等于是还是有去无回，我估计我不下去了，稍微标记一下，应该是那两个疯子没有错。刚才我有一瞬间是想去用远距离用弓把他们射死，但是我觉得估计会射上一阵子，我先暂时不射了。还是，哎，这边好像还有条路啊。应该是没有见过的路，我们先暂时不去理，因为这边我觉得应该算是。可能算是大门，好像不是啊，正好是能，正好是来绕了一圈，绕到疯子那边来了。这疯子突然策划部以后，是一定要赶紧闪开。就这个攻击，我记得他是这个攻击是带钢体的，说星石碎片。就是你要是跟他硬拼的话，会两个攻击会一块怼上，还是很危险的。这样，我刚才看好像是左边应该是没有敌人了，也就是只有右边。还好这个算是。可能是毕竟是坐着，我们是等于相当于偷袭了他一个渔火。元素碎片不错，像这边呢，随便扔个石头吧。唯一能走的应该就是只有那边一条路了。可以看这边有一座桥，上面这座拱桥应该是从那边那个小门，我们走一圈应该是能走到上面去。我估计到时候可能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么多的东西可以探索了。这地区我们要是打完的话，应该是能。另外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之前有来过吗？好像是没有来过啊，只不过是地形可能是比较相信我，啊，相信我产生了错觉。那个法师在做什么？啊，他是一个3连的一个攻击力比较低的法术。比较有意思，还好是只有一个法师啊，上面要是两个法师玩命射的话，还是这个地方还是很难打的。这些人是怎么了？感觉上特别伤心的样子。个火焰壶，上面还有个人。那个物品先不捡了，我先把这个区域的怪消灭了吧。这边应该是之前我看那个桥了。
一端杖是这么着吗？是一把法杖。这样，我们看一下吧，之前有没有获得一些新的物品什么的？好像是没有啊，不需要看。看这个法杖，法术加成是 B 16的需求，法术威力加成。我们看一下，在其实可以用鼠标指的吧。这边这个是它的能力加成，也是我们的智力的一个加成。这边的威力加成是60，应该是有一个公式，可能是这两个算到一块儿。可能有些法杖就是它基础加成可能会比较高，然后智力加成等于加到你最后最终的这个伤害上可能是比较低。那种法杖可能比较适合就是智力低的角色用，有些可能是相反，你智力越高，这边加成越高，同时是总伤害越高。应该是，总之二代是有，就是类似一些法杖，总之是有区别的。当然，我估计我们就不会，好像有一个增幅咏唱是这么着读吗？它是它的战绩啊，可以强化法术的威力。像这边是之前我们已经看过，这边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额外获得的物品，貌似是没有。这样基本上是已经，就是已经联系上了。这个人是之前在上期我说怎么这么奇怪，他背朝着我们那个人。这边呢，跳跃是，哎，之前我说的是有两个风的地方，之前我们应该是这么来的吧？还是说，这是我之前我们等于是跑到 BOSS 战的一条路？我有点记不清了，这是哪儿呢？这好像是我们一开始来的位置啊，这个上面好像是有两个法师吧？有一个法师啊，应该是这边，起码是清楚了。我估计最快的方法应该是从这边的正门进的，是不需要打太多人，打这么一个人，然后这么走，走到那边正好还有一个人是背朝着我们，哎，来个背刺，然后这么走，应该是我们正常前进道路。然后这个下边还有东西啊，下面也是比较好奇。起码扔下去一个。好像他们都是处于很伤心的状态，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啊。不好，两个法师中招了。别的人呢？好像他们也不是复活了，是这人是一个三连击啊。起码打死一个法师，这样就没有威胁了。哇，这么高的破防能力，打了我将近多少三分之一的耐力。毕竟是一个法师啊，法杖抡一下能抡这么高的耐力伤害。像这个房间应该是没了，不太清楚这个房间最优的一个打法是什么。毕竟是有两个法师，可能是一个在房间里，另外一个是会巡逻过来吧。像我觉得，除了那个下边是跳下去可以跳下去之外呢，别的东西应该都已经探索完了。等于是就是剩一个这个 BOSS 战，看一下，之前只看了一眼的，当时是拿的灵魂太多，所以说直接回城了，应该是一个法术型 BOSS，攻我估计就没有用了。有没有法术抗性高一点的盾呢？好，这个就是啊。然
后我们的抗魔法，找一个抗魔法稍微高一点的咒术师的一套吧。这是多少？12.4。这个旗帜会比较高，但是现在是超上限了，看看能不能。这是4.4，应该是一个正常翻滚，哎，没有问题。这边呢，伏魔什么 buff 估计都可以吧。这样我们看一下。结晶啊，就是一个。果然是没有钢铁。哎，人呢？好像，为什么地上会长出这么多水晶来？好像不是特别的，不太清楚啊。它毕竟还没有。毕竟是还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多余的，就是，太棒了！哇，这是怎么打的我的？这应该是假的，他在放这个。赶紧加个血吧。那边那个是真的，还有一个假的吗？还有一个假的。还有是用普通的一个小刀就能直接给戳死啊，还差一下，好可惜啊！这样估计下个他要再出分身的话，这是真身。那个还有戳吗？哎，结晶老者的灵魂，由于是法术 BOSS，所以说不好我们复活了。有点问题啊，不小心复活了，有可能接着遭入侵啊。不过先暂时这个样子吧。感觉上这个 BOSS 算是比较，就是很经典的一种法术 BOSS 一个战斗路线，感觉上并不是，就是它的这些机制吧，可以说是我都见过，所以说并不是说弄得手忙脚乱什么。比起像我们这个第二个那个大树的 BOSS，当时一开始战斗的时候，感觉就是哎不太清楚该做什么，但这个 BOSS 感觉上，看了一眼，基本上该做什么都知道了，感觉不是很难。毕竟是虽然是法术 BOSS，啊，没有。爆发力不是很强，不太清楚二周目会怎么样。二周目假如说爆发力强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或者是我想起了二代中那个蝎子 BOSS，那个 BOSS 就感觉上是一个法术 BOSS，但同时肉搏能力又很强。当时我打的时候就是非常吃亏。这样先往这边看一看，前有幻影。估计就是骗人的，
这个不太清楚，设计这么一个是什么原因啊？可能是让我们在上面狙击 BOSS 嘛，但是 BOSS 是一个远程的法术 BOSS，跟他对轰，我觉得不太好吧。哎，另外呢，说一下我这边这个飞刀还是非常有帮助的，非常可以很好的去快速消灭 BOSS。估计要是没有的话，可能刚才那个阶段可能会打得更长一些，毕竟是需要花挺有蜥蜴。那个上面怎么又一个拿笼子那个人？这个来个评价吧，可以看这边有128个评价了吧。哇，这么多！模型石，这下边呢？下边估计就摔死了。哎，我的，先找个地方啊，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再给装备回来。望远镜，然后是七色石。我知道我的元素灰瓶一直没有用，但是我估计后期到大后期肯定是需要会用到的。就暂时装起来了，我是怕一直不装，突然以后用上了，等于是养成习惯，突然是不适应。这是好像是绕一圈绕回来了。有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走呢？我们是从那个上面跳下来的，等于是跳了两下，跳到这边。要是这么走，会走到哪里？这台跳跃很有用，应该不是往这边跳吧？是要跳到这个地方来。个别击破很有用，确实应该个别击破。我觉得先把那个巡逻那个人打了吧，这样我们可能还要再绕回去。我觉得这边还是很可以的，这么走，哇，这么多人。我觉得正常走的话。来了两个，就这么办。哎，他自己掉下来。但是，他背上怎么还背着个？我不太想在这个地方打他。哎，这都能打到我！背的这是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另外一个人，他，总之他掉的那个地方呢是可以回来的。不太清楚他的 AI 好像是回来了。哎，没有滚开。哎，这怎么回事？我在防着的呀。敌人还是这个敌人还是不太会打，费血比较多。这边是之前说的是。说那地方，我觉得我们直接上来，直接先背刺一个吧。这个怪也是不太，总之攻击都是带钢铁，我是不太喜欢。而且，
血好多呀。哎，刚才是怎么回事？我突然一直动不了了。传令者一套，看一下什么样。3.7，对雷属性攻击比较弱。嗯，还能滚吗？还能滚。65.7，好像就是抗打击，他写的就是抗打击比较弱，然后其他的属性都比较好些。我看一下之前我们穿的是亡命骑士的吧，好像是亡命骑士的综合性能可能更好一些，我穿这个，其他的也是带一个亡命骑士的腿，这个可能是比较轻啊，好像是差不多的样子。哎，这样还是能一个正常翻滚。这边是前进的道路，应该是打完，等于是打完 BOSS 后呢，等于是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好像是能前进的道路只有这么一条。前有萤火，前有虫，虫又是指的蜥蜴吗？还是说是，哇，为什么一直在卡？远处可以看着有些人影啊，不太清楚这个地方是什么。这边是来的道路，我应该是先休息一下的。好像这边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而且这边不让我爬上去是吧？看来只能是走台阶啊。啊，但是这边呢是有。前有骗子，前有强敌，为什么是前有骗子还有前有强敌？比较敏捷的一个人，好像还是算是个强敌吧，我觉得。攻击力不是很高啊，哎，这个射程有点远，没有有想象力量。哇，我没有耐力了。没想到挤的这个战绩就是敌人，我觉得 AI 对，其实真正说要是 PVP 的话，你出这招真的是很容易 miss， 但是 AI 可以说感觉上他没有，不太会对付这招，早知道就一直这么玩命放这个战绩了。
圣骑士骨灰，这骨灰是不是给我们那边那个商人婆婆，到时候是可以祭扫侍女，她就能准备新的商品，应该是这个。这样，我要是休息一下，这人还刷新吗？应该是不刷新了，可能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强敌吧。但是前有骗子，我真的是不太清楚是什么。评价一下吧。前面要当心背后。比如说那个人会，刚才我们杀死那个人会来吗？还是说？他说什么？先探索这边吧。我看到了一些这种花草啊，我们看一下，感觉上很太鲜艳了，不太自然。我在想，是不是有人会伪装成那种花草？请有道具，找个道具。行尸碎片，现在还是给碎片。为什么这些东西看着这么可疑？有点像一代中那种，就是伪装成那种小树人儿。太阳万岁啊！这个地方我估计我就不跳了。好像是上边还有好些地方，不太清楚到时候能不能过去，先标记一下。等于是这边探索完了，那边说前面要当心背后的那个人，我不太清楚他指的是什么。这一边呢？那个人好像是一个山贼啊，看拿的是蜘蛛盾牌，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像是山贼的斧头。其实那把斧的攻击力还是可以的。像这边是可以跳下来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走到了一条可以说是隐藏的道路上，这个东西太可疑了，我见识就想打一打。圆文盾，这可以看是一个敌人啊。先看一下这个盾吧，中性盾打击，战绩是格挡，应该是招架100，暗属性减伤率特别高，高达86，还可以。估计以后要是有暗属性的。boss 战或者说是战斗的话，可能会稍微的用一用。这样我估计呢，好像不是这么走，我就还是直接是走正常一个前进道路吧。这个还是摔血了，我主要是不想摔血。因为那边那个山贼，我在之前打过，在一代中，我记得好像有类似这种怪，还是比较强的。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吼会吼血吗？还是？他好像这是加攻击力的 buff 吧？这是战斧，我们之前那个斧头也是有过，因为他这个盾牌应该是，
我觉得这个 AI 有点问题，还想踢我。嗯，好吧，不格挡，然后感觉就是很有问题。不过你这个样子，我也不想抱怨什么，因为还是不太喜欢打这种人形怪的，不太好打嘛。中型盾是战绩，是武器战绩，有时候我们装备上可以是放武器的战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有这把盾了，这是个45，这个是56，但是抵挡力好一些，但并不是一个100的盾。有其他的，好像记得有毒抗很高啊，记得当时一代也是有提过。这边有看毒抗的吗？好像是装备上，我记得好像是装备上会没有毒。现在是173，防具耐久度是58，我是给它换回来呢。17358，不太清楚。我记得好像之前一代是你拿这个盾装备上会直接那个毒条会直接给涨上来，就是上限涨上来。我们现在这是来到了哪里？那是一只狗吗？不太清楚刚才谁在射啊，压根就没有看见，在那边。还有人在射，两个地方在射。我好像没有装备，装备短弓。哎。这个血量有点，看一下，现在是超了，超到了70多。这没有问题了。哎天，这个人怎么射击这么快？死之前还放出来一发，还有一个人吧，我就看见两只狗，现在好像下边还有一只狗啊，好危险！过来，这狗飞出去的方向还是感觉很奇怪，不过起码比不飞要好，因为你不飞的话，它可能是紧接着又打你一下。那个人在远处，这狗能不能过来？狗应该怕火。好，被烧的话起身都很慢啊！哎，居然不跳起来。这样我就直接在这儿一直，哎天，哎，怎么回事儿？我一直在顶着盾呢，可能就是狗它跳的时候跳到我盾边上嘛，所以是没有，没有成功的给，就没有成功的格挡下来。像这个地区真的是很恶心，还好是打过了，费了也是费了一些血。像那边有东西啊，我们先去从这个上面开始捡吧。这个下边好像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好像是没有太探索完全。一些灵魂。另外，二三代中的灵魂这个名字，感觉都是一些
我感觉上是有不太熟悉的一些灵魂的名字，所以说我也是不太能判通过这个名字灵魂的名字来判断他能给我们多少经验，还是说我现在一直还是处于就是游戏的初期，所以说给的都是一些不是很有价值的一些灵魂。像后期我记得像什么无名战士啊，然后甚至是英雄的，说什么骑士灵魂，我记得是给2000还是3000。总之这些名字呢，我一直是没有情况。哎，这不是？我记得 DLC 塔里面有一种类似的怪吧？第一次见也是够恐怖的，自己着了以后直接教堂。第一次我记得见那种怪的时候是看他冲过来自爆，真的是非常很恐怖，可以说是这样有点问题。我记得之前那边那个人说是你要先到一个叫什么叫 Faron Keep 叫什么法什么要塞吗，法的要塞，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记错了，当时我理解的是你要到这个教堂要先通过那个要塞才能来到这儿。前无敌人，这些东西应该不是我破坏掉的。我觉得先找个萤火之类的吧。这是在膜拜什么东西？元素碎片，好像获得了两个吧？我们这一路上。感觉收获还是很大的，前有隐藏道路。上面是什么呢？一只乌鸦。嗯，又开始搞生化危机是不是？哇，这些怪不是僵尸啊，刚说生化危机以为他们会跑得很慢，结果也是会跑冲过来的。像这个地区我估计不是萤火，我们再去看一下那个隐藏道路吧。我主要是想找个萤火，或者说萤火在那边那个门后边，但我觉得那门后面有可能是 BOSS 战之类的。哇，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跳了，跳下去就回不来了，先去看一下那个门后边吧。之前有留言说钱无敌人啊，要是骗我的话呢，我给你一个差评，给一个萤火。哎，战士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萤火，看一下这是，今天是玩家。你们看一下，我们到了深邃教堂活祭品之路，结晶老者，我觉得应该是我记错了吗？可能是这边应该是还没有探索完，有一个有黑骑士的地方，当时也是没有过去，其他地方呢，可能还是。应该还是有些我们 miss 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先把这边这个活祭品之路这个地图吧，我们下期的时候呢先去探索完全。这期呢由于是时间关系，我估计就先去了，别的东西应该是没了。下期我们看一下现在有多少经验值呢，18000多，应该是可以升级的啊，升级什么我估计也留到下期吧，其实就先到这吧，也是下等喜欢，这样我们下期见。